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Badminton Unlimited. 听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我们今天要来学唱歌，听说今天的导师很厉害，是孙燕姿的老师。对对对，今天教育员们没有要带上我，但我跟他说我唱歌很难听，我一定要来学，所以待会看我的表现。对啊，听说今天是唱我的歌，所以就请大家拭目以待。风筝哦，风筝哦 ，Go Go Go！ Hello， 你们好，老师，老师好，一个老师，那欢迎你们来新加坡。今天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一些唱歌的技巧，所以你们对音乐、唱歌有什么认识吗？喜欢唱歌，有歌手梦。我是喜欢唱歌，别人不喜欢听我唱歌。你还没有找到你的忠实歌迷？对，我在寻找中。Okay, 会的，你慢慢慢慢找就可以找到。好。Okay. 之前学过十年钢琴，但就喜欢唱歌一点。那我相信你的音准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不知道，应该很棒吧？你说你明天 BWF 退休，然后出道，可以听一下你的基本的 Do Re Mi Fa So Lucy First Lucy， 我先 ，Come on， Do Do Re， 可以吗？哎呀，不要笑 ，Do Re Mi Fa So La Si Do。哇你哇你你一直笑我没办法。Jenny 啊 ，Lady first， OK， 一二三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La So Fa Mi Re Do。OK， 好，他还 OK。刚才你就唱的完全不 OK 吗？因为你在笑嘛。对哦，好，那他不笑，再一次，不要再一次，对，再一次，我不笑，再一次可以吗？可以吗？我在笑，我就打自己。OK， 一，那是让我笑完。好，来，我先听不到，我就不会笑。好，一二三，哆，一八，哆啊西，哆瑞，哆提拉。So far, me right now. 被抽筋。OK， 来，不用紧，就到你。Do re mi fa so la si do si la so fa mi re do。Yes， OK，、不错，他的音也不错。不然你就唱 Do re mi fa so la si do。你怎么唱歌给你女儿听？都是怎么哄你女儿睡觉？我唱啊，叫我不要唱。OK， 不用紧。我们继续。我们熟了这个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我们就要用 R 来练习。OK， 自己唱 ，Ready， 一二三 ，Do。笑屁！OK， 不是，我是哈到哪里去了？我们做一些在唱歌方面可以做一些热身。这个 exercise， 呀，所以我们就从滑上去再滑下来。Okay? 手要这样。如果它可以帮到你，你就用啊，你就可以。好像有。呀、yeah. ，要不要用一下 ？So， 一二三。那你的手呢 ？OK， 我忘记了。OK， 再来另外一个。一二三，OK， 现在我们做一些呼吸的 exercise， 所以整个是放轻松，只是这边吸气，你的口型，所以你没有这边好像一粒气球这样，它慢慢膨胀起来，呀、yeah.。吐气的时候，那就会缩进去，有没有 ？OK， 一、二、三，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吐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习惯你的声音声量啊，大小声，所以你就要用这边腹部的力 ，O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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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老师是用这里度用力哦，就这边的力度，所以 OK， 你要 check， 就是你的这边，嘿，嘿，呀，嘿 ，OK， 你三个。手指啊，你放在你肚脐下面这边，你按上去啊，你可以 check 一下还是 ，OK， 它是弹出来这样，你挤那个气，然后你的声音，哈 ，try 一下，这边要打开啊，不要喝，哈，这边要离开，打开，哈，你这样以后喊声会比较大声哦，移高一点点，哈 ，OK 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啊。OK。好，我们现在已经练习好了。你说话，但我们还是要进录音室。开始录音了，来吧。听到吗？听得到。啊，所以记得放柔 ，OK， 不要太过硬。因为你是开始的前面一段，所以放多一点感情呀。好。就是要演出来，而不是讲话。就说你唱的时候要有画面 ，OK？ 你说要到遥远的天边飞，求我不要跟随。OK， 你听到自己的音准吗？求我不要跟随，这“随”可以拉长一点点，可以吗？我们再来一次哈。求我不要跟随。放松的唱哦。好嘞。你的背影逐渐消失不见，我紧闭双眼。最后一句啊，我紧闭双眼，你不要去拉那边。好嘞。所以我们干脆。短的，我紧闭双眼。副歌哈，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起飞。哎，这个有点难度。对、啊、，OK， 不用紧，这一段你是 skill 哦，叫他帮你唱。好嘞 ，OK， 到他了，谢谢，辛苦了。我们从 chorus 来，好。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起飞，奔向蓝色的天，头也不回。我说我有所谓，离得远你听不见的你回头。前面两句再来一次。我说我无所谓，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起飞，你就起飞。音准啊，小心啊。头也不回，头也不回。可以吗？我试试看。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起飞，奔向蓝色的天，头也不回。我说我有所谓。就起飞，握着手中的线和你相连，你说要到遥远的天边飞，求我不要跟随。风筝的线拉扯我的想念，痛的感觉来不及浮现，背影逐渐消失不见，我紧闭双眼。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起飞，
奔向蓝色的天，痛也不会。我说我有所谓，离得远你听不见的你回头，我已泪流满面。的天，头也不回。我说我有所谓，离得远你听不见的你回头，我已剪断了线，哦，剪断了线。我们终于录完音了，感觉比比赛还要紧张。对，我刚刚高音就上不去，太紧张了，真的。你是说中午吃饭吃太多？对，就是那个挤住了，对，气不上不去。那我们就听听看其他球员对我们的评价如何。他的声音好高哦。静瑶哦，静瑶我比较没有感觉，七分好了，其实要高一点，九分。其实都不错，可是我觉得王麒麟唱得特别好，他的声音就是特别有那个感觉啊，有那个 feel， 然后还有那个沧桑感。我觉得三个唱得不错，这样三个唱得不错，这样可以进到录音室，应该也没有几差。肯定都比我好。我觉得都很好，都很厉害，就没想到他们打球还有另外一面这样。我觉得还可以啊，对，还可以，对，应该没有欧贤一唱的好听，比我好听吧，比我好听。I think they done a really good job. Don't call us. Don't call us. 100%, it will be awful. Ching Yao was a little too shy. Yeah. Ching Yao was a little too shy. And I also think he had some difficult notes to get there. Yeah, he also. 我觉得很好听啊。你是也要你要听看你要听看我唱啊，你要听还是你要做一个对比？可以出道了，非常好听。三个人都可以出道了，他们都可以出一张专辑了。今天真的很开心，没想到在国外也有机会进录音室，然后这今天唱的是自己的歌，所以觉得蛮特别的。第一次唱麒麟歌，然后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唱得更好。就希望老师不要嫌弃，如果再请你再出新歌，我也是愿意唱啊！啊，就麻烦再多教教我啊！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谢谢。